们不敢还击。Top 零五，这是你的编号吗？哇 ，Q 的还挺准的 ，Top 零五。Q 的好准。我没有啥还没有含金的分，我都没怎么打峡谷，只是没有人玩而已。一区这个点排不到人，换个区玩一玩，排了十分钟排不进去。差点以为你是脚本 Q 的，一个人躲不掉的话，他的 Q 好难躲。这永恩还是有点会玩游戏，并不是那种傻子情绪。玩的还像那么回事。这线我有点不想去啊，不过这英雄应该打不过。哟，这玩意都能打二了呀！别硬打，硬打有风险。三亚狮这玩意凭什么能打野啊？这英雄，这英雄打野慢不说，战斗力又弱，前期也没什么战斗力的，一个纯发育打野。因为那野区这英雄。这永恩的玩法我杀不掉他，坏了呀，这东西飞得好费劲啊，这兄弟。对的有点费劲怎么办呢，这玩意对线对的怎么办，他玩得好被动，他他妈换血换不下去啊，我靠，又玩得有点烦了。他血怎么下不去呢，出来不知道多少下了，回复你有点强啊，这不压不下去啊，这个戏丢人了，只能说丢人了。W 不能放，W放了就要被他用一技能拉扯，还真不能放。最近竞技状态有点差距，玩的不是很好。只能说我最近状态不行，玩的太急了，露出了破绽。倒不是说永远多厉害，他好像不能打太极第一行面，第一行面经济伤害太低了。给你出完耀光以后，伤害会高一个档次。第一行面打的话，太极应该是不好打。没道理啊，这不，他这个没道理的，坏了，刚哥心态要崩了，玩的有点没道理。
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人有点烦恼了，他怎么出这玩意呢？这装备好像只能买时光的，我还能买深渊面具。精准而优雅，这把不算，这把这把不算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这哪能算呢？要不先得送进去，不然我上来很危险。那你们好像带不灭之握是不太厉害，征服者会好一点，打这玩意要跟他硬刚的。但我觉得 有打这黑哥呀，但符文也不算带错吧，就是这把玩的有点急了。还是能玩的，补刀能跟上就能玩，就是不能 Q 的太主动了。前面玩的还无脑 ，Q 的太主动了，这样。加上我这两天没怎么玩游戏，昨天输了比赛之后，一天没玩游戏。今天也是刚玩不久，所以竞技状态可能有点差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钢铁裂风，锐利阵风。像是挑战吗？来的不太巧。精准而优雅。诛魔。钢铁裂风。我的经营状态确实差了点。你看我补刀是优势的，其实我就单纯的就操作失误了而已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剑刃狂澜，准备去死吧！这把无所谓，吸下队友血，没问题。他们不敢还击，吸血就完事。不要犹豫。我最近这几天竞技没怎么玩呀，排位玩的也少啊。跟你解释了，你可以当的是借口，但是我不会认为是借口，因为我不比任何人差，单纯的竞技状态问题。刚哥的上限还是很高的，只是单纯没有玩好而已，不比任何人差哦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
东西都有点不好打了，真差，那不好打了。我倒能跟上，就说明我这把单纯失误了，失误比较大。觉得我打这个人应该随便打，单纯的操作没跟上。如果非要跟杰瑞什么的话，其实没有必要的，单纯的操作没玩好而已。加上我最近剑姬玩的少，剑法有点生疏了，加上这两天没怎么打排位，所以说这一系列借口下来，你可以当的是借口，你也可以觉得我真的菜。我跟你解释的话有点费劲。没必要解释的呀，这不单杀就最好的解释。为什么我要解释呢？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自言自语，我希望能给自己的解释，倒不是说给你的解释，我想给自己一个解释，并不是说我要面对你啥的。我可不是用神分杀的呀，我是用神分的配件杀的。用神分杀的话含金量就没那么高了，配件杀的话还是有超多含金量。这没晕住，想到你这应该晕住了呀，歪了点。用神分打回来的优势，那就不算，那就不算手法了。用配件打出来的优势，才是真正的手法。什么情况？一个辅助来了，后面还有人吗？没有人，这辅助都敢守塔了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黑子快急死了。我说了呀，前面我都说了，一个人玩游戏是需要自信的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把你单杀了之后，你就从心里头自卑了，觉得别人这种啊零五零五 top 零五青训的 LYA， 别人比你年轻，实力又比你强，还把你单杀了，操作也比你帅啥的，那你就打心里就真的就玩的就比较拉胯的。但是我克服我的恐惧，一定不要看不起自己，我不比任何人差。钢神有实力的呀，这个露露怎么老喜欢去游走抓人，恶心人呢？明明队友都不在，但我这个状态还真搞不过这个人，有点过于恶心了。交给你了，兄弟，一个 R 弄死他，他肯定想秒我的，这我是懂的。哎呀，这还真无语，这个怒怒他老针对刚哥干嘛呀？你队友都不在的，都不在的，他老针对我呀，这个人好无语啊，我对他这个人太无语了。
就玩个游戏上路奈子就不走了，男装不假鞋吧，主要还有重伤，不然我这 Q 回上来应该是死不掉的，有点可惜，有点经济要送给打送给中单吃的，比较像你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Killing spree。当永恩前几级确实没必要玩太急，剑姬这英雄前几级没有耀光之前伤害不灭之握有点低，而且持续伤害不足，但永恩的机制来说的话还是有规避你 W 的办法，所以说你一个失误可能一犯永恩把你逮到你可能就没得了，那你看我后面调到心态以后状态对吧，永恩还打不过的，剑姬打永恩应该是好打的，但是你得等，不得玩得太急，像这个点的话基本上永恩就跟我没得打，不让他吃炮城，他要买冰拳，你这走了，小兵不要了，我想买两把长剑够了，还有红 buff 恰恰，那红 buff 4000多这些。了，那我这不再来不下线吗？把他逼回来好了，感觉好像没有回去的必要呀。把他逼回来，我再踢到后面去，这波搞事了。这波能搞心态点，开搞，钢神要发威了，那好像有点难追人。这不灭之握戳的多爽，狠狠的 Q， 这弄追不上了，算了。发力了，队友直呼钢神，红 buff 显示 bug 了，我的红 buff。那大龙呢？那我来大龙。中坦没有推的必要，是中坦随便推的。大龙好一点，峡谷队友还是懂事，一区队友确实还能送，像我之间还是比较实力差距没那么大的。打团也可以，这边大家怎么玩起来？前面有人说这东西玩不起来呢，我们大家出什么装备？宝石好像是仇人，都隔这么久了，还有人记得呢。我都好久没打峡谷，仇人不至于吧？小丑，类似于小丑这种东西，好像把我R走了，得赶紧规避。Q 拉扯就好了。他是塞纳斯打招，还有我们宝石开大，这波好像。能打，哎呦，几个 Q 对面都没血了。讲到你这神分弱点 Q， 他太疼了呀！神分弱点 Q 太疼了，对面这种坦克高坦度高点的，我 Q 两下，对面都没血了，有点恐怖啊。
在坦荡旁边慢慢拉扯的话，对面根本吃不消这个伤害。这把木剑姬还真的谁玩谁牛逼。来吧，青龙刀吧。对面逃了，不给机会了，拿下。